小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丢东西了。什么东西？楚雨荨的东西。你以为你把我们的照片，他送给我的礼物，他发给我的短信全部都销毁了，我就可以把他忘掉吗？就可以把他从我的记忆当中抹去吗？你疯了吗，小海？为了一个楚雨荨，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吗？为了这个楚雨荨，你的命差一点都没有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小海，你不能这么自私啊！你就不自私吗？你知道他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失去他我会多痛苦吗？为什么就不能从过去跳出来？你不也一样吗，端木？我们是一样的，别人的心不一样，没有我们的位置。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我一直想跟你。你和楚雨荨的事情，我已经听同学们说了。你们挺不容易的。谢谢你的理解。可以理解，但我不会原谅你。你既然选择了楚雨荨，我只能怪我自己命不好。放心吧，以后